啊，你唔是要甲我讲恁哥的秘密？等下啦，先等我把这个影片看完再搁讲吼。表蒙子，你就是讲大家拢甲你同款，放开毒，伊无代志做。你确定袂安尼甲我讲话？你就是讲你是谁啊？莫讲甲你讲话啦，我连看到你，我拢感觉足衰。哦，是哦，安尼你来遮创啥？是你甲我讲，你要讲开放的秘密啊？即摆是安怎？谁甲我提醒哦？我请问一下哦，你即摆是用啥物身份探听阮哥的秘密啦？我当然是开放的路。是。林梓彤叫你来 ，Yes， 伊真正唔知影，我即马甲爸阿哥有哥拢无来往啊。拜托嘞，阮嫂啊才无遮尼无聊，伊今仔日阁装甲水水，讲要甲阮哥约会。你何白讲啦？开方明明就讲，伊今仔日要去研究线上商城的资料，我就要去找伊呢。哟，你对阮哥的行踪遮尼了解哦？你安尼？是跟踪狂，就是阮哥的小三，才不是咧。我是为着我甲凯宏的未来咧打算，我才不是啥物跟踪狂，也毋是小三。阮哥这么爱你哦，啊，阮煞是有够算啥？迄个林梓彤，不管是外表还是家世，都一下在跟我比啊。我看啊，伊真紧就会变作一个路人甲。路人甲是你唔才对，那无想到阮家的人到即马拢唔知影你的存在啊！这毋是安尼，我甲恁爸妈足熟的，而且伫我的帮助了哦，恁家的面店真紧就有自创品牌啊！只要等凯宏处理好林梓彤的代志，因真紧就会认同我。哦，是哦，嗯，哦，啊，不过是要哪只好啊？我无想要认同你，什么意思啊？看起来阮哥嘛无偌尔爱你嘛，连阮哥是妹控，阮爸把我当作是公主，旁伫咧手掌心咧疼他，你拢唔知影？你到底想要讲啥？我想要甲你讲，我的话因拢会听哦，我只要一句话，就会当决定你甲阮哥的未来。你唔行哦，好啊，你用个看看卖，反正我嘛无想要浪费时间伫咧一个路人甲的身躯顶。等一下，安怎？会惊哦？拄只讲话唔是照红声的。其实，咱唔要安尼吧。以后拢是一家人啊！会惊着好，来，先叫一声阿俊来听看卖咧。阿俊，阮特别光亮一枚，你应该捌听过啦，吼。你是爱我提钱出来投资光亮一枚？你若是想要投资，阮嘛足欢迎诶。啊，不过我现在的胃口没这么大，我是想要你去交关一个啊神奇针的疗程。不对啊，那神奇针根本就是违禁品嘛。什么的违禁品？那是因为国内还没稳准，所以我们才会输在他进口。那就是有问题。而且吼，先别说我没需要，就算我有需要，我嘛无可能摕我的名字乌白来啊！你唔来当变个较少年，变个较水，阁有我这个神队友的助攻，互你得到稳固，安怎？是不是一兼二顾？好，我去。啊，不过你也先甲我讲你哥的秘密，那无绝对袂答应。哎呦，盈盈啊！阿俊拄则毋是讲过啊，爱注意你的态度。了无？毋是啦，阿俊，
我只是想讲吼，我拢答应要交关啊，啊，你是不是嘛应该甲我讲开好秘密嘛？我就是要让你知影，你爱先甲我安顿好势，我唔才会当伫个阮哥的面头前讲你的好话。啊，是讲你爱我伫个阮哥的面头前讲你的歹话，这就简单了，我即马就会当安尼做。你当然是爱讲好话啊，阿金，我拢答应过要甲迄个神奇针交关啊。而且我一定要最高等级的。乖，我的查某孙啊，阿俊今嘛就替你安排。为着开放，只好和这三八子共攀啊。我有接到可靠的线索，有人利用你的行政套房进行违法的医美医疗行为，若是被人掌到，对你跟本店影响绝对会足大的。啊，你的线报。敢有准？当然嘛准，若无我嘛袂输在下找你斗相共啊！只要让阮离去抓到证据，阮的部队针对遐黑心医美机构，莫讲恁的饭店是受害者。好，来，咱这边吃。行。你们送啥？这层楼是 VIP 长期住宿在使用的，外人不准接近。无你是翕啥？不准进！我是什么代志啊？是谁啊？哇，他刚刚有人在相拍呢！这是在干啥？到底谁在找麻烦？你不是说这个行政套房就隐秘就安全？现在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本来知影啦，你莫伫遐屁屁叫好无？医生我提掉啊！你们创啥？咱也唔知影即摆外口啥物状况，我想讲开一个棚看卖啊。开啥物棚？迄门顶悬有鱼眼，你免看。你嘛开一个棚，是要讲讲欢迎光临哦？对吼，廖蒙子。你是存心要我出丑是毋？你陪我这么贵的疗程，啊，即摆有人来找麻烦，你竟然想要开门？拢嘛是你啦！一听到声音就叫到这么大声，唔才会害我差点仔开门。你若是愈走动，就表示内底一定有白记光的代志在进行。这是朱晴天的声音诶！又果是这只梦比较贵，真正是唔知好歹。我一定会找一天好好甲驾驶者。你是咧做戆神仙啦？去想办法。进去开门，一定要有犯罪证据。好。朱晴天，你是要怎会从这来啊？小雨，曼玉啊，你干嘛？哎，阿爷啊！你别搞黑毛，别心毛，我昨天把你干到死哦！我可怜。朱晴天，你是要创啥？你私闯我的私人领域，你搁想要偷摕物件啊？许世伟，你到底把物件藏到位？等下哦。你到底是在创啥？你若是要糟蹋人，嘛不是安尼啊？哦，我知影，你是伊的前女友，你让伊放生了，唔甘愿啊，才来找摄影师来搞你死的。拜托，我唔在假说，有这款的前女友。恁是讲房间有人，你做违法医疗，啊，即卖嘞？
朱晴天啊，就算讲你跟我有鸟巧缘，你嘛袂用无路讲我伫只做啥物违法医美行为啊！你即马安怎？雄雄走你来私闯我的私人领域，你即马咧做狗仔啊，是毋是啊？经理，你毋是讲你即间饭店上个人客隐私权吗？即马安怎？街道咧偷翕啊！就是讲啊，你若是甲得是我哈，你就待咧接法院传票。外口就听恁遐吵吵闹闹，恁是恁闹啥啊？哦，隔壁，我毋是请你帮我找一间足隐秘的饭店，我即马开房间叫人装着啊。朱晴天啊，有啥物存心要甲我作对，嘛袂用安尼破坏阮客家的好代志啊！五年前已经互你害甲用掠去关押的，啊即马伊想要欢欢喜喜带一个妻仔来遮欢喜一下，你竟然去找人来遮甲翕相哦，你心理变态！欢喜一下，啊！现在听起来，亲像有人叫鸡啊！哎、欸，你是讲啥？你敢知我是啥？连家己是啥拢唔知影，你这个人白了真重嘞，足可怜嘞！我一定要叫阮阿公甲你教死啊！啊！啊，叫你阿妈来嘛是同款啊！啊，只不过你爱让伊知影，你甲查甫人来饭店开房间欢喜一下。你给我讲真假的？讲不赢人就用拍啊！你俩准讲你拍赢我？杜光亮、许世伟，我知影恁违法的代志做惯起，啊，不过性交易伫台湾。还是违法的哦，就参照应招女阿哥有麻夫，拢是会让人看下。等下，你讲什么应招女啊？我跟你警告，你若是跟后辈乱下，我绝对让你好看。啊，我想起来啊，你是武山集团第三代千金小姐吴盈盈。歹势啦，拄只场面伤过乱啊，我甲你认出来。我你吓惊着啊！哈，你怎样后悔嘛？袂赴啊！你这条吼，我若是无套转来，我就跟你死啊！啊，不过是安怎？你会甲许世伟开房间啊？哦，我知影啊，一定是许世伟都出个爱欠钱啊，所以不是叫鸡哦，是千金小姐叫鸭。好啊，朱晴天，你安尼黑白弄入来别人的房间，佮规嘴讲一挂笑话，你想讲你做记者，就通安尼欢喜行？经理啊，这也是恁饭店对待贵宾的方式。是的啦，啊，我嘛是叫朱记者骗去。啊！再误会讲哦，房间内面有去做违法的代志，违法？到底违法？查甫查某人心甘情愿是到底违法？我问你啊，哈？当然不是啦，真歹势啦，我即摆吼，甲你赶出去啦，行啊行啊，等下，拄只翕的物件搞删除，那无以后要叫阮客家还佫小姐要安怎做啦？对哦，你就把它删掉。哇，阿内，哎，勇气，你今嘛躺个死等。咱那是阮的律师信啊，